没时间解释，快上车。住宅周报，这是最快最独家的权威呀。想知道任何房市情报，马上扫描免费咨询。九二八档期新竹房市哪里夯？答案是新竹和竹北蛋黄区哦。住宅周报房市老司机为你盘点即将登场的话题新案，听好喽。先来看新竹。建林绿水路新案坐落新竹市东区食品路与绿水路口，临近新竹动物园、丽池公园以及大润发量饭店。本案地上三十层，地下五层，三栋建筑，单层视频，总户数约348户，除标准3+1到四房外，另有双主卧房型可供挑选。竹庆经验坐落新竹市北区金雅东街与金雅六街口，位居金雅从化区，临近金雅公园、南雅商圈、大鲁阁商场以及大润发量饭店。本案地上15层，地下1层，独栋建筑，单层视频，总户数约56户，规划均值35平，三房产品，另有4栋透天可供参观。再来看竹北红竹竹科会，坐落竹北市光明六路东二段与高铁七路口，走路到高铁新竹站只要3分钟。本案地上15层，地下3层，6栋建筑，单层3到5平，总户数约330户，规划25到48平，2到4房产品，诉求高铁站旁，到站即到家。核心璞玉坐落竹北市东兴路一段与嘉祥七街口，走路到高铁新竹站约4分钟。本案地上15层，地下3层，4栋建筑，单层6平，双电梯，总户数约332户，规划24到47平，2到4房产品，诉求双铁到站即 check in， 泳池休旅宅。最后来看投份，美居千里基地坐落投份市运动公园旁，本案地上18层，地下4层，双塔建筑，单层6平，总户数约200多户，规划25到50平，2到4房产品，采用 PA2.5 防霾纱窗，注中注耐震工法，鹅牌气密窗以及透透免治马桶，诉求健康耐震宅。以上就是今年928档期新竹地区即将登场的话题新案，若你想获得更多早鸟快讯，请加入注周 LINE， 我们下次见。